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静。今天是老黑跟亲戚在家里头的最后一天。几年前有一个大宗贸易的合作朋友，前几天突然找到我说想继续合作以前的一些贸易，所以呢，明天呢，老黑呢就跟他亲戚一起回伊朗，把他发配到伊朗当苦。今天晚上我吃个鸡肉，他这个是牛肉的吧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你好，中国朋友。干啥呢？我去伊朗。为什么去伊朗？我去赚钱。赚钱？对。赚钱给谁花？对，赚钱。赚钱给谁花？给谁花什么意思 ？Family。Family。Yes。好，签的。对对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咦，那买了什么呀？真的？联系了一个我们认识很多年的人，然后从伊朗采购一些矿石类的。人家把那个就是跑腿费发过来了，他回去去找下矿。看他那个行李打包，每次就垫着他这个小黄包就够了。开始换衣服，准备走了。你知道啦？知道啥呀？我没钱，老公告诉我，秋秋我不喜欢你。我啥时候这么说了？然后你啥时候给我钱花了？我钱。你赚钱？我没钱。没钱了？没钱。造完了？我去没钱。去巴西花完了？我去。去巴西 ，Brazil， 钱的，他们修。这个是 what's the finish？ 切割的 finish。How much finish？ 嗯。I think 3000 dollar 美金，三千美金是光机票吧？到底多少钱？一日子 $1000 去了三周，他每天住的那个宾馆都差不多1000人民币。我去了，你去吧。我去伊朗，去伊朗几天 ？Fighting。哈哈，哈哈，再见，中国朋友。你啥 ？Soon come back， 可以了。老公。嗯。我学洗。啊，你把你洗啊。学洗了。啊，洗了。洗好。啊，把衣服洗了，把碗刷了，房子打扫了，然后让你走啊，老公。啊，老公。别叫了，叫的我瘆得慌。哦，那可脏，可脏，可脏，可脏。你看这个房子。你行李还没打包完吗？他都准备走了，说再给你们。一人泡杯咖啡再走，走之前还要再喝杯咖啡。他刚才都说走了，一会儿那个他今天坐大巴走，那大巴一会儿就跑了，到最后还得打车。我给你咖啡。没有牛奶。卡布奇诺。卡布奇诺。老公。不是卡布奇诺。从巴西回来之后，他一天至少要做三杯咖啡，我觉得这喝心脏都是问题。他上不去一口去了，反正我。你看这个，哎呦，那个11:05的那个大巴车，现在他还没有下楼。然后他说，为了给你们做咖啡，我真的要谢谢他，真服他的这个大心脏，每次都卡点儿卡的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哎，他每次还挺幸运，还一般不会误机。哎呀，拜拜拜拜。我的粉丝们啊，我的粉丝，我的粉丝，老公，哎呦哎呦哎呦。快赚钱！赚钱！好的，我会想你的，很多很多。
点，迟到了啊！Autobus arrived 的啊！快点快点，慢的嘞，再有五分钟车都跑了，他下去还得打个车，快一点吧，帅哥！哎呀，他叫个出租车，不走过去了。走吧走吧，你要迟到啦，拜拜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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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剩走了，拜拜。